哎，哦，请坐，请坐。好小的位置。来，你们有那个安全带。哈哈哈哈哈！好了好了，很挤吗？啊，硬硬硬的是吧？我两个，我们这两个，这两个这样。用绑的。不要，哎，我现在没有扇子，不要再闹了。为什么没有扇子？哦，可以啊，我说。真的。哎呀，哎呀，我们今天的目的呢，对不对？ 是请到现在台湾最红的三个人。好，当然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我们有一个木村拓木村大神一样，没有跟任何人讲的情况下，直接去买得来速，会不会造成他们的幸福？会不会造成他们的惊喜？那如果我们这样经过去买到点点外，我们就买，然后就走，没有任何水花。这也是我们的命运。我跟你讲哦，完全不能塞哦，就是一次定生死哦，一次就一次。哎，但是这有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就是现在如果 我们人在这个区域的话，他们看的明星可能看多了，所以我建议我们去云林。要不要去花莲？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装配，我觉得 OK， 现在这样的配备我 OK。好，听我说，我们呢现在就冲进去得来速。 OK， 好像是自由，应该是有，有一些会留虾尾的那个虾壳，把它剥掉。哎，可是它如果有些虾尾的那种炸酥酥的也好香。哎，我觉得以后都租这台车好不好？我觉得这台车很舒服。跟你讲个好消息，这台车从今以后就是木料四超玩的工作车。真的假的？买了吗？送。真的？屁呀！屁呀！真的。我跟你讲，如果假的，你就是真的。 他送我们那条件是，你们三位每个月帮他拖两篇贴文，每个月没关系，拖多久？谈好这件事情可以啊。哎，讲着讲着，我们已经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哇，好紧张哦！对对对对对。好 ，OK， 很屌。我们先实名制一下。实名制啊，实名制啊。我跟你讲 ，OK， 就是一次定生死哦，不管了。哎，我声音一出去就明显了，所以我觉得我要压低。发现了。哎，你好，我要点餐。好啊，想吃什么呢？我要那个炸虾天妇罗安格斯黑牛堡两份。没问题，你都搭配薯条吗？对，全部都升级为蜂蜜红茶。好啊，没问题。然后那个一个双虾天妇罗堡。好。两份。好，谢谢你哦，谢谢。就这样，就这样子。点点了，OK，好。对，我各点两份呢。够了，够了，够了，对啊。你好。好，你好。嗨。好帅哦。<笑>谢谢，谢谢，谢谢。你是说我帅还是你面？都帅。OK。等一下，等一下，我要问一下，那个你知道他是谁吗？我知道啊。他谁？记者。哎，我是。OK， 那按照他是谁吗？这位？那个。好 ，OK， 先等一下，来，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这位。 我是木村拓哉，你都看不出来。他木村，对呀。杨宗纬，你今天就是我们的阿布玛利亚啊，记住阿布玛利亚。阿布玛利亚，阿布玛利亚，阿飞玛利亚。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请问是这一区是不是蛮多艺人来买德来速？超多号，所以你们看到艺人就是会比较按耐自己的情绪，还是说已经看？会按耐别人。哦。所以你看到我们有很兴奋的感觉吗？ 你可不可以解放你的按耐，让我们看一下你有多兴奋？因为我们有做过那个麦当劳。对，我有看过。那你这个是讲的话，都会全部人都会听到，对不对？没有，我还没有开麦克风。那你可以开着，然后尖叫，为我们尖叫一下嘛。好，来，我们要轰动大家，是。哎，他是很像尖叫鬼的叫法。对对。可不可以像因为日本那个木村拓哉也有开车去买德来速？ 然后大家就一直来偷看，很兴奋这样。对，你可以帮我营造这个感觉，你可不可以叫你几个同事过来？对，就假装说，哎，来看一下明星，对，来看明星这样。太气的，还有马蒂亚，快看，快点过来哦。我们还要这样子叫人家，好可怜哦。还要讲，哎，他们没有那么兴奋呢，对呀，因为旁边就电视台，全部都电视台。哦。哎，后面越来越多人聚集起来，大概已经六七个了。那我们可以去领餐了吗？可以啊。领餐 ，Thank you。啊，我们还没结账哎，我们结账哎，好，结账，谢谢。好，谢谢。OK，Thank you。我们是不是点很多？
好怀念哦，好怀念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嗨，你好。等一下。好，没问题，没问题。哎，他们完全看到我们完全没有兴奋感，就是很怀念，是不是我们太常暴露在就是社会里？就我们是不是有一种要低调一点点，就不能太常，我们会不会太平民化？哎，又是你哦，嗨。哦，嗨嗨嗨嗨嗨嗨，哎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演一下很热闹的感觉，谢谢你们哦。来，谢谢。啊，薯条，八个八个。哇，来哟、哦！哇，我们点很多哎。哇塞。饮料对不对？我 Can I wait? OK. 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刚刚炸吗？现炸的。没叫妹。食べたい。哇。现炸好吃。现炸哎。特别爱今天的美味祥运是他的手，哇，一定特别好吃，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走喽，拜拜，谢谢，拜拜，拜拜，拜，蛮红的，其实好像可以耶，可以啊，可以哦，可以哦，哇，好好吃哦，来喽，那我们就找个地方吃了，好不好？好吗？我们在车上好好的享用，对，好。耶、yeah! 享用一下享用一下开动 It's so easy to se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Carve your name next to mine on that big oak tree 哇这个可以直接吃吗对啊我们受不了我想听你们讲的感觉我要先吃那个大虾天妇罗安格斯黑牛堡来哦，我们一起吃哦！哇，这个香，而且你还有那个 cheese， 你看，哎，真的耶！来吧，一二三，甜。嗯，没错没错。哇，它那个尾巴这样可以吃，很好吃，很好吃，哇，超好吃！为什么汉堡都这么好吃？奇怪。嗯，它的面包也特别的感觉。嗯，对，它不是传统之前那种面包哈，它是另外一种。嗯，哇，嗯，这个有可能是只有台湾才有。我们在日本没看过。嗯，限定的，对对对对。嗯，哎，你们三个吃，听我讲一段话，好不好？好不好吃？好喝。好吃吗？好吃。这就是全新口味的极选系列超狂海陆组合。嗯、除了首次使用天妇罗炸虾入堡以外，还有四盎司安格斯黑牛鲜嫩多汁，这是只有极选才有的超高规格，还搭配了酸甜清爽青柠萝卜酱，是不是？不但解腻，跟海鲜超级搭。各位收工一定要来个炸虾天妇罗安格斯黑牛堡以及双虾天妇罗堡，好好的犒赏自己。一口汉堡，一口蜂蜜工坊的龙眼荔枝蜜做成的蜂蜜红茶，嗯、这就是天堂般的享。的确是，太好吃了，真的很好吃。对，快吃完了，真的有够好吃的。那我今天把它吃完了，很好吃。哎、欸，它一个分量很够了。嗯，对。你们三个人谁去吃双虾吧？慢点。哇，这个真的下班在车上这样子，停在路边上吃一吃，真的还蛮舒服。哦，也有一番风味。好，我跟你讲，鲜虾这个推。你是推虾牛的。虾牛，你对虾牛，然后那个 Kitty 是虾牛，我超推，超推，然后玛利亚超推双虾，所以都推，超推。好了，各位这个炸虾天妇罗安格斯黑牛跟双虾天妇罗，值得尝试。大家收工的时候去吃一下，啊，幸福的滋味。然后再来一杯热的红茶，无糖的，真的好好棒。说到这个，应该我们要喝一下那个蜂蜜，蜂蜜红茶喝一下。很浓的蜂蜜的那个香味。真的，来，我要喝一下蜂蜜红茶。蜂蜜红茶还真的很好喝哎。而且我觉得又健康又好，因为它茶它可以化油，对，所以你刚吃进去比较油，对不对哈？整个都化掉 ，OK 的。嗯，哇，复活，复活，复活了，好像这时候又可以吃一下鸡块，又回到了人生。哎，我跟你讲，这个蜂蜜红茶，大家不要听到蜂蜜好像感觉好像是甜，我觉得它不甜。嗯。它是有蜂蜜的香味，它如果硬要说它的甜度的话，我只能说大概在微甜再少一点点，嗯，
其实在车上这个空间吃麦当真的很爽，是一件事，大家比较靠近，嗯，然后比较没有空间说，哎，我去玩我的手机，因为你太近的空间，你玩手机就很容易被人家发现。对，有满足感。真的，我觉得吃一下这个东西真的有满足感，而且你如果说跟女朋友在车上这样吃完以后，你知道，然后就像你看着我，我看你，我看你，然后看着我，看着看你，看看看着你，你看着我看。通常男生都会这样。好嘞，今日どうですか？今日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ですか？食べます。还有倒车，还有倒车，看见后面啊，shooter chat，OK。你知道怎么样的会两个人这样夹住他吗？会的。真的很香，真的。跟你的好朋友再去买个德来树，在车上享用也是蛮有别有一番风味。サバリです。サバリですよ。嗨，また来週。お疲れ様でした。好。嗨。我跟你讲，我以前最喜欢吃冰的那个榴莲。嗯。冰到冰库，对对对，像冰雪一样，有一点热，但是我告诉你哦，很像榴莲的口感。我告诉你，有一点烫的榴莲，真的蛮好吃的。靠，然后你加上炼乳，我跟你讲，真的没变。加热的榴莲就感觉吃太香死了啊！温温的，热热的，凉了。